会一国两制。想挑战大位，两岸提成民进党议员猛攻必考题。侯友宜从过往受访跳针的中华民国，一口气念出法条。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第123条，就是香港应该自行立法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的法律条文。23条立法念得流畅，原来侯市长的备询台上除了铺满的纸张，还有一台平板，眼神随时往下瞄。眼看国政题一切安排妥当，毛起来和议员对杠。你的中华民国的论述跟洪秀柱跟马英九都不一样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全真做吗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李宇春跟卓平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就像刚问我的 A B， 我可以答 C 啊。A B， 我是问你。轮到熟悉的市政题，侯市长不用看平板。我们都更案多元整个都。我问市长，30年以上的老屋有多少件？我刚刚已经告诉你答案了。70几万栋啊。70几万几是多少？又不知道了。有局长随时卡位解答，这让议员大动肝火。被问郭台铭警总回归说，还干脆4两拨千斤。你支不支持，或者是你的态度？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段的言论。好，这就是你的态度 ，OK？ 因为我没有看到这段言论啊，我今天都忙着在这里辨析啊。我听到这个言论，你看到这个消息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因为你担任过警察，回归民防法。对比郭台铭要警察顾民防，新北退警组织力挺侯友宜。5月17号晚间在新庄席开近百桌千人宴，挺侯派集结助攻大卫。郭台铭靠自己拼声量，人还卡在总质询的侯友宜，则由他人代劳。三立新闻王家宏、温文轩 SN 小组新北报道。